都自己在家里面学嘛，都自学的，接触还是比较早，有个八九年了吧，就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视频啊，自己就把视频下载到手机上，提前看嘛。 他们都特别喜欢看我跳嘛，没事叫我跳跳一下，就是想跟我一起跳，就我拍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跳嘛。就感觉跳舞还是给自己特别快乐嘛，反正就特别开心嘛，能够看到自己慢慢的跳得好嘛，就特别有成就感。 没有，没来，都是说要来找我，就跟我学嘛。有的时候跟我在工地上上班的都有，很多人说叫我去教课啊、演出啊这些，我都是自学的嘛。我自己也不够专业，也没办法教嘛。如果我自己有时间的话，我也想去找个专业的地方，你去好好学一下嘛。啊，舞蹈这个东西。 虽然是自己爱好嘛，但是也想跳得更好一点嘛。有的说跳得好，有的说跳得不好的都有嘛。我自己也是当娱乐，主要还是想赚点钱，然后跳舞的话还是当成爱好去做吧。反正我有学新的东西、新的舞蹈的话，我也会拍一下嘛。能跳好就尽量给大家跳好一点，反正会一直跳嘛。